世界急救日的由来。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。现在所知的急救技巧在历史上早已存在。据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陶器显示，在那时战伤包扎术就已出现。1767年，挽救生命组织在阿姆斯特丹成立，抢救那些在水中发生意外的人。1773年，医师威廉霍伊斯发明人工呼吸法，用于抢救那些看起来已经溺亡的人。2000年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设立了世界急救日，呼吁世界各国重视急救知识的普及，让更多的人掌握急救技能，在事发现场挽救生命和降低伤害程度。